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如果你现在放弃了，等到我这个岁数，你可就后悔喽。等到我老了，就后悔了。老了，就后悔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你，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终于发现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想你。也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见你。我想我是真的离不开你了。找不到你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离开我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。都要让我知道你的消息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你跟张扬的事情我知道了，我不怪你，你没有错。为了让我们不后悔，我会珍惜度过的每一天，因为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剩余生命下来最年轻的一天。我爱你。画什么呢？这是妈妈，这是我，这是向晨叔叔。哦，那这个小朋友是谁呀？这是我弟弟。舅舅说过，向晨叔叔和妈妈结了婚，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。给你生个小弟弟啊？那向晨叔叔跟妈妈要抓紧时间了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要当哥哥。哎呦，你要当哥哥，小哥哥。凯啊，回家打电话。
向晨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最近跟兰心走得很近，你把他看好了。你怎么不看好你自己的老婆呢？以后我们俩在酒店最好少说话，别引起误会。 呀，佳佳，佳佳，呀，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这是我画的一家人。哦，你画的一家人呀，这都是谁呀？这是向晨叔叔，这是我，这是妈妈，这个小朋友是我弟弟。你弟弟？你哪来的弟弟呀？向晨叔叔和妈妈说，等他们俩结完婚，就会给我生一个小弟弟。 那时候我就可以当哥哥了。嗯，真好，画的真好。你什么时候给姨父也画一幅，好不好啊？好。真的。真乖。好了，佳佳，咱们该去吃饭了。跟姨父再见。再见。嗯，走吧，佳佳，是你最爱吃的哈。 怎么不吃？没胃口吗？我胃有点不舒服，不想吃了。向晨，我想辞职不干了。为什么？也没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跟张扬在一起工作。好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 谢谢你啊。 再怎么样，他终归是他的儿子。向晨哥他去哪儿？ 喝酒，赎罪不归。向晨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难受。一想到张扬跟他那个前妻，我就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。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。 说不一定还一起偷偷约会，我像一个傻子一样，被他们骗了这么多年，而我却一丁点儿都不知道。张扬的前妻是林叔吧？嗯。<笑><笑> 陈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可笑。是啊，我一想到他们俩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他们每天都黏在一块儿，说不一定就会干出什么恶心的事儿来。就孟崇恩也有可能。 我们俩现在在这喝酒，可
们俩就抱在一起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向成哥，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会流产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林叔。是因为林叔怕我把真相揭露出来，所以他就把我推下了楼梯。你知道我怀上这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吗？我受了多少罪。可是林叔他在你面前装得又善良又可怜，可是他却背着你做了这样的坏事。慢点哈，徐总，给你这资料呢，您得要仔细看一下，啊，只要您支持，我可以说服绝大多数的股东。好，知道了，那行，下次再见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师傅，是附近最好的酒店。附近最好的酒店，就只有阳光酒店了。除了阳光，别的什么酒店都可以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他吗？师傅，不去酒店了，开出去吧。啊，又不去了，那咱去哪儿？先出去再说吧。
你好，那个你帮我查一下邓兰心住哪个酒店。对不起，我们酒店规定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。她是我老婆，请你帮我查一下行吗？实在抱歉，这个真的没办法帮到您。喂，什么事啊？李叔，你听清楚了，现在向晨和兰心开家酒店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清楚点儿。现在向晨跟我老婆邓兰心开酒店过夜呢，说清楚了吗？不可能，你肯定是看错了，不是向晨。他那么大人，我能看错呀？我自己媳妇能看错了？你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不可能，向晨不是那种人，不可能。喂，向晨。向晨哥现在在我身边睡觉呢。行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里？我想想啊。我现在应该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吧。宾馆？你是不是又把向晨灌醉了？这一次可是向晨哥自己心甘情愿的。难道你就不允许他报复你一下吗？让向晨接电话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他现在已经睡着了，刚才太累了。他现在睡得正香呢。对了，我让你听一下他的呼吸声吧。林叔，你听到了吗？向晨哥他其实很想离开你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口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，你还是放手吧。难道你看到向晨哥这么痛苦，你就满意了？行了，我要挂电话了，我也有点累。说不定一会儿向晨哥醒了，还需要我陪他呢。
跟你说的话你现在听清楚了，现在蓝心和向晨在酒店开房睡觉呢。张亮，你有病吧？你看错了吧？我希望我看错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俩进的酒店，上床呢。听明白了吗？不信你打电话问林叔，问他见向晨了吗？你警告林叔，让他看好向晨。妈，林叔啊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你今天和向晨在一起吗？你们俩有没有和好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张扬说向晨和蓝心现在在宾馆开房间呢。妈，能不能不要听张扬胡说八道？向晨一整天都陪着我，怎么可能跟蓝心去酒店呢？就说嘛，向晨不是那样的人。张扬又编胡话，就想挑拨你和向晨之间的关系。行行行，没事就行了啊。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早点睡吧。晚安。张扬，你有毛病啊！林叔和向晨都一直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。你打电话，来来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他在哪儿呢？你说你过去看看他，或者你让向晨接电话，打一个我听听。怎么了？关机了。关机了？是林叔在骗你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我跟蓝心之间没有感情，照样生活。他和向晨行吗？啊？你说蓝心和向晨之间的事情是真的？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像骗你吗？我疯了？编瞎话给自己戴绿帽子，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向晨哥，你醒了。我们怎么在车里啊？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，所以我就让司机停在这儿了。你陪我待了一晚上。嗯，谢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愿意每天都陪你坐在这儿。早上的空气真好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里特别的舒服。你昨天喝醉了，胃一定很难受吧？我陪你去吃点东西啊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回家换件衣服就去上班了。下次我请你吃饭。那你说的，不准耍赖。好，我送你去拿车吧。好啊。
林叔，你也能体会到被爱人背叛的感觉了吗？你会跟我一样痛苦吗？兰心，找我有事吗？昨天晚上我成了向城的女人，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假照片，是真真正正成了他的女人。我没想到向城哥这么温柔，他对你也一样温柔吗？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林叔，向城现在是我的男人，你明白吗？张扬可以是你的，可向城哥只能是我的。如果你这一个星期内不离开他，如果你还敢让他伤心，你妈就会被我们家扫地出门。兰心啊，兰心。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不是，你昨天晚上没回来，奶奶和爸爸都很担心你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，你知道的话会更难受的。哎，兰心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向晨哥在一起。你真的跟向晨在一起？怎么了？不行啊，兰心啊，向晨是你姐夫，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、啊？姐夫，你真的以为向晨哥会娶林叔吗？李晴，不光是林叔，还有你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我们邓家的女主人是我妈妈夏琳，不是你这样的女骗子。去哪儿啊？我不想说，可以吗？我是你丈夫，你这一夜没回来，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老公，那你有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吗？还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一样耍来耍去？你是不是和向晨在一起啊？那你猜猜看啊。张扬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流产吗？知道啊，不是说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吗？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吗？是因为林叔。是因为林叔怕我把你们的事实告诉爸爸，所以他才把我推了下来，所以我才流了产。是林叔害的兰心流产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，对吗？这只是个意外。哪有这么多意外？他怕我和兰心有了孩子，影响到你在家里的地位，对吧？所以制造了意外。张扬，
你以为我们像你这么卑鄙吗？你们还不够卑鄙吗？兰心怀上孩子有多难，你知道的。你们害她流产，你对得起杜明爵吗？谁让兰心流产了？啊，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？啊，奶奶，是谁让兰心流产了？是你的女儿吗？你说，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给我闭嘴。张扬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林叔害了兰心流了产？张扬，你不能乱说话的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不关林叔的事情，只是个意外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，是你的孩子让兰心流了产。不是，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说，你这当母亲的跟女儿干什么？张扬，你妈妈，你听我说，快快出去，快快出去。奶奶，奶奶，妈，妈，妈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快快快，妈，妈，说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情绪上受了一点刺激，医生要我们注意他的情绪。明爵，妈真的没事儿。奶奶醒过来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。徐总啊，哎呦，张扬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咱俩见一面。好，我现在过去啊。夏琳，妈今天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受刺激啊？这个，你问李琴吧。李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醒了，叫你们。歇了吗？明爵，李晴呢？妈，你还没有滚。妈，你给我过来。妈叫你。离近点儿。嗯，怎么？妈，你给我滚！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给我滚！你滚出我们家门！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爸，爸，不怪奶奶会生气，是李静跟张扬骗了我们所有的人，把我们家搞得。
团糟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处心积虑在我们面前演戏，就是为了张扬跟林叔来继承阳光酒店。为了怕我生下孩子，林叔还害我流了产。李琴，兰心说的是真的吗？明姐。说这事儿，你说呀，他们都是惦记着咱们阳光酒店。你说，那个林叔、张扬还有李晴，这都是什么人呢？你说都是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妈，发不着跟这种人生气啊！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我气死我了，真把我气死了。喂，什么？逛什么街呀？我们家出大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林叔和张扬是夫妻？我妈都快被气死了。我看呀，我哥也快崩溃了。林叔的前夫是张扬，他和前夫一直黏在一起，还想让我们向晨替他养着和前夫生的孩子。天哪，不知道我们家向晨知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不想回去，我想玩球。佳佳想玩球啊，那得看妈妈同不同意了。那就玩一小会儿啊。我回去做晚饭，给我吧。少年，走了。哎呀！都站住！快站住！这孩子去哪儿了呢？向晨，何阿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今天周末，所以我和向晨一起回来。你可真行。张扬是你前夫吧？你们平时在公司没少眉来眼去吧？可是你搞清楚没有，现在张扬是兰心的老公，是你的妹夫，你们依然拉拉扯扯搞不清楚，我和向晨还让你们蒙在鼓里。你可真能装啊。何阿姨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狡辩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滚。何阿姨，现在就滚。何阿姨，何阿姨，你听我说，何阿姨，何阿姨，滚。何阿姨，啊，小脏猫，小，哎，妈妈，我要洗手，我刚才玩球摔倒了。佳佳，等洗好手了我们再玩啊。阿姨来了。我妈来了。嗯，向晨，我先跟佳佳回去了。回去？那为什么回去啊？ 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改天再说吧。佳佳走。妈妈，我还要玩球。改天再玩啊。我们走了。林叔，妈，妈，妈，你跟林叔说什么了？林叔和张扬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选择理解他，原谅他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都敢瞒着你，你还选择原谅他、理解他？因为我爱他，就算他欺骗我也好，害我也好，我还是要喜欢他。你中了林叔的邪了，你！对，我就中他的邪了。
不管他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他前夫是谁，他跟谁有个孩子，我就是爱他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说你是我何玉的儿子。